今天我把这些书带来了，然后好像有几位歌迷在现场，然后我现在去找一下他们，然后请他们过来，然后把这些书送给他们。这里面还有我昨天晚上拍的照片。好，我们去找他们吧。在哪里啊？在前面。行，那我们去找一下他们。停。啊，对对对，找着了，有没有？哎呀，对，忘了。哎呦，这在世界中心嘛，前面大概十五米左右吧。没关系啊，我等一下再看一眼书。哎，你们过来了，带干什么？就是我的那个卫生间。别看我，进啊，你先进吧。嗯，今天我就给你们准备了这几本书，然后这几本书是，这不是几本书，这四本书，然后这个书是我好几年前买的书，买了好多本，然后就想特别送给我身边的好朋友，我也给他们送了好多，然后这个书很好，希望有力量，然后希望跟你们能够有一些帮助，然后也谢谢你们大老远的每一次跑来看我，好吧。这里边这里面还有我昨天晚上拍这个视频的时候的这个照片，你看特别二，这个是我的，特别二这个，然后还有姐姐的，给，谢谢你姐姐，嗯，好，耶。